Genau. Denn wollen wir hier hinten, sehr gut. Dann kommen wir.你现在是在关心的，你以为我在跟你无病呻吟呢？今天来这个，妈妈为拿这台醋乳机，吸奶器啊，还有我的裤子，我的裤子。移动当中，这次就没有坐专车了，因为专车它只能载一个这么小的行李，所以干脆就开车去就好了。大胖子的小废车还是塞得下。桌上，好，就是房卡机，你家的房卡，好。Hello， 大家，我到月子中心了。今天7月6号，刚刚好像讲过了。这次我住的房型是比较小的，然后是面山的，就是蓝景房。上次我是住的美术远景房，它是面美术馆的。我现在刚进来，然后就塞到一些东西，先随便用一下，因为接下来还有20天要在这边，所以应该会慢慢整理。刚刚大胖子直接跟我讲说太小间了，我想说帮他省钱 ，Hello， 结果他说太小间，他办公桌太小了。给你们看一下他办公桌。好，从他办公桌这边开始好了，就是这样圆形的比较小。然后我现在就是把一个桌子跟一个椅子都给他用好了，不然他东西很多。好啊，一样有这个长沙发，然后这个景是看山的，就是寿山。然后这个快速的一下下，因为我之后再拍一个正确的 room tour。然后进入我的位置跟吃饭的地方就变比较小，在美术远景房是有另外一条，就是整整一长条是可以用的。对，那一样有消毒锅，有电动洗乳器，然后这边有一个小的洗手台，一样有个台子。然后我行李先放这边，其实里面都放得下。然后一个一样冰箱，就是这么大的，对，然后。这个是大胖子的衣柜，这边都可以，它有非常多的收纳，这边我有放收纳。好，然后呢，这就是一个出门的玄关，这里就是取餐的地方，对，它餐就会从外面放在这边，无接触的，然后下面也都是收纳，非常多，对，上面还有一件被子，对，好，然后厕所。我觉得它的卫浴比美术远景房的大，对，这个是这次我都塞在这边了，对，因为我之前是外面有镜子，所以可以在外面擦保养品，然后现在外面没有了，所以就都放到里面来，就很像很有生活感的，对，然后一样有棉质马桶，嘿。然后暖风机是这台，头头的超级热，我永远记得我整个头快要热炸的那一种。然后这个淋浴间也比较大间，对，好，就大概这样子。整体来说呢，就其实是够用啦，只是就是没有远景房那么大间。好，第一件事情一样要补货，因为我洗桥。就是因为来这边可以买，所以我就没有再买了。喂，你好，庄园那个519房。哎，我要那个3罐来解。好。然后狮王的那个洗手慕斯。刚刚忘记拍了，我现在把这些都放进去，然后准备要消毒。一样就是用这个，然后用这个塑，哎，等一下哦。
用这个啦，塑料保护啦。对，我刚刚去楼下拿，就是买的东西，就跟之前一样，他们是跟这个喜桥合作，所以你如果很多东西你没有买到，其实你不用担心，进来再买就好了。然后我刚刚就买了这个是洗奶瓶的，然后又想说不要再从家里带来，然后一罐洗手的，因为它这个也是可以，就是可以有卡榫，所以我就带回去也是可以用，不会洒出来了。哦，冷敷垫，好，然后再买一组这个刷子，哦，好大哦，我忘记可以用，可是这应该会比较便宜，应该可以用那个 Uber 叫，然后这个那个来解。一个羊脂膏，对，就大概这样。洗完继续睡觉，大胖子还在睡。早上起来，然后那个就是楼下 SPA 的就通知我们说11点可以按胸部，所以我约11点按胸部，是免费的，他们送的。这样，好，我先吃饭。要改变白色哦。大家，像大家一样。他说他的冷气直接吹他头很痛，所以他现在自己塞的一个位置。熟悉啊！哦，好细只啊！那冷气就可以调正常一点了吧？是啊。我要先去占位置，因为现在会客时间，然后楼上的桌子有限，然后我爸妈要带路人家来，所以要先去占位置，不然会客时间不能进房间。人开始上来，幸好我先来占位置。我陪你。没有，他在找我爸。是啊。啊？他在跟你躲猫猫啊？拜拜哦，拜拜，宝贝。你要开始，你要
好不容易滑鼠先预备就够了。他用来用这个样子固定住。只好一人一边的。帮你开个灯，不用，我这样还要开灯，太麻烦你们了。不是啊，你要录吗？可以，这样子我们比较看得到。有，很贴心，他们帮我拍的。很多妈妈都在想录。我今天来做第二次，我第一堂都会先做那个胸部疏通乳腺嘛，然后。第二堂做头肩颈僵直发育，对，然后再第三堂才哦下，我接下来就买那个买五送一，所以我今天已经用掉一堂，我还有五堂课。他买五送一就是一堂课60分钟都是1500，这样，所以就买了 A 盒的，然后因为大胖子也可以用。钟婷宇第一个看到哦，好幸福哦！因为我们那个群组的人没有来探音，没有人来探音。我知道啊，我第一个，我比我姐厉害。哦，钟婷宇很有爱哦，很有爱，只是小孩都是我在帮你的，只是自己不要生啊。我关乎我姐那一群朋友的小孩都超多。摇摇粉，超奇怪的。摇公益限定的，我来吃看嘛。怎样？别有一番风味。是有多久？怎么样？把我珍贵的按摩让给你。熟悉，熟悉啊，熟悉啊，想喝。光顾了先啊，对。
想说你有花到钱，还是让你去一次好了。台中天没去上班，就只好来学洗澡了。相当好笑。后面大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没有在拍了，然后今天遇到凯米台风，然后大家应该知道高雄逢甲路翠华路这边就是整个马卡道路这边全部都是淹水，包括整个四季庄园周边全部都是淹水，所以我们一大早起来就是停电的状态，然后就想说外面这么可怕，是要月子餐什么那个真的选月子中心要选有中央厨房的，但是因为你如果是订别间的，他可能也没，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提供。但是像我们是订他们一样是基台湾的月薪嘛，可是因为台风天他们一定过不来，所以楼上安心月子餐就直接做，连我们月薪的都一起做了，所以整个都加量给你们看。就是。菜整个都加了，这样子，然后汤一样有两壶，然后晚餐它就变成这样便当，因为他们应该也来不及洗，然后一样有，现在看得到吗？一样有汤跟，有两个汤哎，对，然后再送一个这个免洗餐具。不是免洗餐具啊，环保餐具啊。现在还是一样在停电，已经停了一整天，到现在下午，现在是几点？应该四五点吧。然后，但是我楼下地下室我没有确定，应该是没有进水，因为他们昨天半夜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有用闸门了，所以早上应该没有进水。然后又看到照片，我再贴上来。然后现在水已经退了，外面已经基本上没有水，然后有确定婴儿室是有备用电的，所以基本没有什么好担心，我们大人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希望大家这次凯米可能多少都会有损失，但是人平安最重要。嗯，现在因为电梯还不能用，所以大家都用爬的。黑的，电梯应该是直接被叫到最高处了，没电梯啊。
对了。